和这位年仅22岁却拥有惊人歌唱实力的甜美女生面对面接触，不惜提早几天。哇，又是樱桃公主的新闻呐！哎，你看这一期的封面也是樱桃公主哎。自从单曲《小弟》推出之后，歌曲不但连续荣登龙虎榜前三甲，更突破了白金销售量。目前Cherry推出的最新单曲，看不出她年纪小小人小小就这么厉害啊。 不过最近报纸说，他其实是整过的，他本来的脸啊不是这样小小，鼻子也不是这样小小的。不会吧？哎，整过不应该看不出吧？哼，是我 Alex 当。